非常的期待哦。是，那我们呢一起掌声加最大的尖叫声来欢迎史富克，欢迎李史富克，赶快去穿衣服。谢谢杨梅的朋友。再来第一首歌，这一首歌跟我比个爱心好吗？然后宝贝，我听一下你们讲宝贝两个字，一二三。哦，好棒哦！带来这一首《Meet Your Boy》，会唱来一起唱哦。
一定回家要赶快喝个热茶，这样子暖一下身体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最近刚上的 MV 的一个新歌，这是我的首唱，就是在去年年底呢，我发行了我的第十张的专辑，叫做《五木大学》。那今天我要带来这一首歌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第一次唱，叫做《No Love Hotel》，谢谢。
友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！再一次尖叫声好不好？而且你是首唱哎、欸，真的，太谢谢我们杨梅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是謝謝，我相信大家呢，现在一定非常想要跟我们傅凯合照一张。是，我们一起也来拍一张照，想不想要合照？想要的吧。想要，赶快呢，来一起呢，用你最热情的感觉欢呼声，再一次给我们傅凯，好不好？一个爱心好不好？一个爱心，一个爱心好吗？把爱心挤出来，好可爱哦！我今天呢，真的哈、哦，我们傅凯，我觉得他是史上最亲民的，对，最亲民，而且每次只要有他哦，粉丝都满满，最开心了，真的。第一排摇滚区，大家真的是很快乐，对，所以我可以圆梦一下吗？我可以收一张吗？我们也可以吗？我也要爱心一下，哇，好开心啊！来，一二，一样爱心哦，一样爱心哦，爱心。我跟两位主持人展现一下好不好？恭喜恭喜！哇，接下来傅凯还有好听的音乐要给大家哦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一首歌呢，叫做《棒红吹》，谢谢。2024的希望，我们都把不好的事情棒红吹。谢谢你爱我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情情情，红
兄，母亲节的，算是前夕还后面啊，5月11，对，5月11呢，我要回高雄去开演唱会，希望，想要听我唱歌的朋友，你们就买张车票，买一张我的门票，欢迎你们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听我唱歌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唱一首比较可爱一点，然后轻快一点的，叫做会唱的一起唱啊，《韩驴跳恰恰》。元宵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